佢话广阔嘅世界。有架车嚟咗，哼！臭名班靓仔真系唔识死，翻去再练多十年先嚟挑机啦，就陪你班傻仔玩下。真系我嘅拍嚟噶，嗰一部车系头先喺秋明山顶嗰部拉芬啊，系八五拉芬啊。你话嗰部系八五？好心你咪傻啦，八五慢到成只乌龟咁嘅，有乜可能追到我啊？喂，拓海啊，点解你嘅眼神咁狼死嘅？阿叔啊，跟住落嚟可能会好得人惊噶。不过你要相信我，唔好啦啩，头先已经好得人惊噶啦。个个都笑你呢部新车，睇小佢，当佢系垃圾，就俾佢哋睇下佢嘅极限。哇！真系头先部八五啊！哇！奇怪，搞咩？明明系落紧山，但系完全冇加速，仲有啲胎啊！点解好似完全唔咬地咁咧？而家简直跣到好似停唔到咁啊！跣唔甩佢啊！后面嗰条友好坚啊，真系好快啊！好鬼慢啊！唔通要用嗰招？啊！哇！嗰部系咩车嚟噶？点解个年友咁都可以过到我嘅？嗰个死靓仔系咪衰衰地噶？嗰部肯定唔系八五，摆明就系八六嚟啦。虽然系咁，但系转向不足喎。啊，转向不足得好紧要喎，但系好快啊！我知到底系咩嚟噶？啊！你唔够啦，已经够啦。请你饮噶，多谢你啊！真系估唔到，原来可以咁揸车噶。今日大开眼界，学到好多嘢啊！今次同以前比，完全系两个次元。乜原来真系咁得人惊咩？好对唔住啊，阿树，一日最衰都系嗰班人话你部车系烂铁，所以我先至火遮眼。你做咩无啦啦道歉啊，拓海？其实我不知几开心，直头爽歪歪。啊！拥有自己嘅车，一直都系我嘅梦想，所以我晒命咁打工。不过估唔到，我以为自己买咗部八六翻嚟，点知系八五。喂，听唔听到啊？嗰部车原来唔系八六，只系八五嚟啫，系八五啊，古董啊！系啊，原来卖嗰只龟嘅八五啊！部车个样睇落虽然系一部八六啊，但入边嘅引擎系 S O X 千，咪好似阿伯咁样啊！笑死！今时今日竟然仲有人揸八五，笑死人咩？真系趁晒你哋呢啲以为自己系车手嘅靓仔啊！记得要揸快啲啊！阵间俾观光巴士爬头就唔好啦，系咪？犀利啊！好耐冇笑得咁爽啦。不过我而家好清楚啦，车嘅性能其实唔系一切噶，只要有技术嘅，无论用咩车都好，一样可以咁劲。而家我已经爱上呢部车啦。我会珍惜佢，我一定会搏晒命咁去练习噶。就算人哋笑我系傻仔，我都唔会改变主意嘅。
因为我的两边是最好的车。真的好啊，阿树，我好羡慕你。不要笑我啦，死仔，你明明就揸紧真正的八路。但是部车是我老豆的，不怕老实讲啊，我之前在油站。吓、啊，我、啊、见到你部车真的很惊讶。虽然是二手车，但是仲读紧高中就已经有自己的车，真的很犀利啊！讲真啦，我真的觉得好羡慕你啊，阿树，你好犀利啊！托海啊！其实我都有想过，就算我的技术不错，但是如果没有自己的车，那就不算是一个车手来了。慈谷前辈和建议前辈他们都有自己的车，而且还很珍惜部车，直头当正部车是自己的分身那样。见到他们两个这样，我真的很想要一部属于自己的车。喂，托海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这排好像不同了，你之前明明还是很冷淡的嘛。声唔错喎，应该啱啱行完山路，同高桥两届嘅比赛差唔多到噶咯，托海。系啊，让唔让到啊？高桥两届唔简单，佢手车真系好快噶，佢快过晒我之前所有嘅对手，所以我真系好兴奋，好心急啊！你真系变咗好多啊！嗨，茂茂，你今日应该唔使翻 part time 啊，嗬？不如我哋一起去玩啦。都好啊，去边啊？买车啊？其实我想买好耐噶啦，只系暑假翻 part time 嘅钱唔够啫嘛。嗯。只不过以前嘅我真系 hea 住咁嚟搵钱，而家有咗目标就唔同啦。你话你有目标啊？你就好啦，我好羡慕你啊。其实我份人系冇咩目标噶。我嘅目标都唔系啲咩伟大嘅事，而且我谂我正式出嚟做嘢之前都好难买到噶啦。唔好咁讲啦，唔会噶。你一定可以买到的，而且你不是有架 Chueno 咩？我觉得它很可爱啊，我真的很喜欢那部车的。托海，你不喜欢它吗？喜欢啊，每次揸它都很开心，是部很好的车。但是它始终都不是我自己的车。我一直都不知道，原来托海你是这么喜欢赛车的，我真的很意外。竟然是挑战信拍紧古装片啊！哇！哦，睇下先，嗰度应该是我哋学校喎。系咁，呢边应该是赤城山啦。然后呢个方向再远啲就是大海，是不是啊，托海？应该是啩。好广阔啊！比起识嘅地方。我哋唔识嘅地方真系广阔好多啊！哎呀，今个礼拜六啊！系啊，赤城 Red Suns 对聪明 Speed Stars。唔系，应该系高桥良介嘅 RX 七同聪明嘅八六斗快落山。到咗星期六，聪明山就会好热闹，
你个仔真系得人惊啊！只系短短一个夏天就变成咗秋明嘅英雄啦。个衰仔跑法唔同咗。啊？之前嘅佢就可以话佢手车唔错，但系最近嘅跑法竟然开始追求速度，又走咗去新嘅阶段啦，系个好好嘅方向。话时话啊，文泰，其实你系咪一开始就已经谂过度过噶啦？决定叫拓海帮手送货系早有预谋嘅。啊？你噏咩啊？话唔想撞散豆腐，所以揸车唔可以倒泻杯水。但系其实系想帮拓海打好基础，等佢学识惯性漂移啊咧。我应该点讲先啱呢？老实讲啊，其实一开始即系为咗啲豆腐，顺便训练下佢嘅啫。但是咁啱托开佢又好有天分，去到咁上下，我的确有配合佢嘅进步，加入悬吊系统同刹车之类嘅任务嚟玩佢嘅。我承认我系专登令佢手车变到越嚟越啱我心水，我唔会否认呢一点嘅。搞咁多嘢，目的系乜嘢？点解托开咁细个就要偷偷地训练佢嘅漂移技巧？你想做咩啊？唔系咁阴谋论啦，我有咩目的啫？我只是觉得看着拓海的技术进步好过瘾啫，个衰仔迟早有日超越我，然后开始做自己中意做的事。做咩唔紧要，最紧要是他做到啲我做唔到嘅嘢，咁就够晒啦。原来是咁，呢度睇到嘅夜景真系一啲都冇变过啊！明明世上所有嘢都不停咁变，逐变得好快，但系我哋就一直喺呢个地方。同以前完全冇分别，咩都冇变。喂啊，慈谷前辈，其实我唔系好惯，所以唔知点做好啊。我根本都冇揸过八六以外嘅车，我谂我真系唔掂噶。咪咁啦，唔该你啊，你只要系咁依示范下就得噶啦。我真系好想学下嘢啊。系咁，我应该要做咩啊？示范下刹制漂移啊！我想记住个 timing 啊！原来系咁，使唔使即刻离了啊？系真唔系啊？车速会唔会太快啊？哦，虽然我唔知系边个，但系我中意呢种叫声。我哋都兜翻转啦，随便车下部车整成点。嚟啦，我唔惊噶。犀利啊，同阿树讲嘅一样，你系八五定系 Sylvia？就算是第一次揸都好快啊，快到离晒谱。不过唔知点解好安心，揸嘅人够劲，就算是飞车都唔恐怖。原来是真的，同我屋企部车虽然有少少唔同，但我而家大概知道应该要点揸呢部车啦。啊！而家开始漂移。你话而家开始漂移，系咁头先嗰啲究竟系乜嘢嚟？喂，文泰，你搞乜鬼啊？冇嘢，我想食支烟啫。食烟？而家漂移紧嘅大佬。四更啦。玩好啦！你只嘢点解仲好似以前一样咁癫噶？俾我落车啊！
哎呀，昨晚真系差啲俾佢玩死啊！乜嘢揸车嘅人够劲，就算飞车都唔恐怖，根本就系昏水嘅。喺追求速度方面，文泰真系零舍执着，索索地。不过得到文泰认同嘅，咁即系话拓海都唔野少啦。你话赤城嘅白色碎星啊？啲人以前系咁叫高桥良介嘅咩？冇错啊，大概系三年前嘅事嚟啦。喺水准本来就好高嘅赤城山，出现一部快到好多人惊嘅白色 FC3S， 而且呢件事好快就传到街知巷闻啦。部车嘅主人就系独行侠高桥良介。点解你话佢系独行侠嚟嘅？明明有赤城 Resons 噶。其实 Resons 系高桥良介后来先建立嘅，佢哋嘅宗旨系认真追求漂移。他们参加正式的障碍赛，而且还会参加练习赛，和那些只是成班朋友围埋组成的车队性质很不同，所以他们的水准才会这样。虽然现在的人多数会将他和他弟弟启介拉在一起来讲，叫他们做高桥兄弟，但是在我心目中始终是赤城的白色碎星这个名字印象深一点。高桥良介是整个群马员最有魅力的车手来哇，是赤城的白色碎星啊，真是型到痹啊！我现在真的越来越期待星期六的比赛啊！拓海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怎样啊？好啊，搞错啊，你这些什么反应来的？你之前不是觉得很兴奋很心急的吗？嗯，真是啊，你的友仔是不是真的掂的？我听人讲咗啦，系咪真嘅启介？梁介佢真系推咗专业赛车队嘅邀请啊！讲得冇错，件事系真噶。乜系啊？系咪因为佢要喺大学专心读医，惊赛车会兼顾唔到啲功课啊？唔系，对佢嚟讲冇难度啦。系咁，到底点解啊 ？RS 车队好出名噶、啊，就算系喺富士嘅比赛，成绩都好优秀，系超级车队嚟噶。成为专业车手，踏入公开比赛嘅舞台。享受闪光灯，所有车手追求的都是这样啫，咁才是成功的车手嘛。贤太啊，梁介他对专业车手的世界一啲兴趣都冇嘅。既然系咁，梁介他点解要咁努力参加比赛啊？仲咁努力练习，佢究竟为咗咩啊？系公路啊！对阿哥嚟讲，所有嘢都只系手段嚟，系为咗征服公路嘅手段啊！阿哥，你翻嚟啦 ！F C 系咪调整好啦？系啊，我而家去赤城试车，去唔去啊？我而家嚟。阿哥，你提高咗几多马力啊？你听咗唔好吓亲啊，契介。而家最高系260匹马力左右。你降低咗马力啊？之前最高340噶，点解阿哥你要专登降低马力啊？你同佢比赛过，应该好清楚至啱。落山嗰阵嘅关键唔系马力，而系整体平衡。有时为咗加速，反而要降低马力。呢啲就系公路赛车嘅奥妙。咁即系话，秋明嘅嗰一部八路系好棘手嘅对手。讲得冇错，就系咁样。一直以嚟，就算系落山，我都好有信心用大马力跑赢，所以今次降低马力对我嚟讲系种屈辱。今次就算要我放低尊严都好，我都绝对唔可以输俾秋明嘅嗰部八路。犀利啊！而家出弯嘅速度明显快咗好多啊！
我会降低 FC 马力的理由其实仲有一个。就算你用马力在直线赢了，都不算是真正赢了部八六。这样我绝对不会觉得满足。要用技术赢他的技术，用漂移赢他的漂移。可以遇到令我有这种感觉的对手真是太好了。现在的我并不是 Red Suns 的高桥良介，感觉就好像变回赤城的白色水星。阿哥，拓海，你跟我一起好不开心吗？啊，成日心不在焉，一直在度发吽斗，就好似三魂唔见咗七魄咁样啊！乜我真系咁样咩 ？Sorry 啊！谂紧赛车嘅嘢。咁嘅，后日会同我比赛嘅对手系个出名技术超晒班、手车劲快嘅高手嚟噶。我呢排成日谂起佢嘅嘢，揿都揿唔住。我就嚟连发梦都会谂起佢噶啦。唔通呢啲就系所谓嘅压力？就系咁样咋？吓、啊？其实揸车真系一定要斗快嘅咩？吓、啊？唔想斗嘅话，咪无视佢咯。横掂又冇话有人嚟挑战，就一定要同佢比赛嘅。你话系咪？我唔系唔想，虽然我唔知赢唔赢到，但系我冇谂过要逃避。拓海，你份人就是这样的了。你心里面不知几想跟他比赛，直头想到癫了呢。虽然你份人看来好听话，但其实是超级不肯认输，好胜到爆。我很清楚的。我假假地都是足球部经理人，对了你好久了。跟着这首歌是送给大家的。我们走没啊？嗯，再留多阵啦，我想再同你倾多阵偈先至走啊，留喺车度倾啊。我冇咩所谓嘅。其实我仲知道一件事。啊、我一早已经知道噶啦。拓海，你点解会喺足球部嘅休息室出手打前辈？我知道原因噶。就在拓海你退出了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个二年级的成员告诉我知。夏树 BB 的 body 真的很鬼死正啊。我也想试啊。听完你这么说，我以后结亲麻木都肯定会忍不住 FF 啊。你不肯得那么多的啦。话你知啊，上次呢。我、哦。你们想讲些无聊的咸湿嘢，讲到几时啊？真的听到我火都来啊。咩料啊，藤原拓海，我而家同夏树拍紧拖噶，我中意点讲系我嘅自由。而家咩态度啊？咁样对前辈讲嘢嘅咩？系咪打得少啊，死仔包！你个贱人，扮屋企啊！其实拓海你系当我唔抵先至会咁嬲，好对唔住啊，我一直都误会咗你。算啦，都过咗去啦，而家已经唔重要啦。嗱，拓海条友仔系咪好唔妥啊？我肯定佢有啲嘢啊！唔讲唔觉，一讲又好觉喎。等一阵先，拓海佢份人不嬲都牛下牛下咁噶咯。
系啫，但系佢最近灵射严重啊，直到好似系个灵魂俾人吸走咗咁啊！一开始我以为佢系挂住谂听日比赛嘅嘢，所以失晒魂啦。乜唔系咩？咁咩事啊？咪就系啱啱建议前辈你讲嘅事咯。吓？唔通你系讲紧寻日建议个朋友见到拓海部车入边有个女仔嘅事啊？系咪咁啊？女主啊，其实拓海有女朋友都唔系咁出奇啫，系嘛？错啦，肯定关个女仔事啊！个死仔未拍过拖嘅，唔系啊嘛？欢迎光临啊！特级汽油，系啊，入门啦。系，我知道啦。玻璃唔使抹噶啦。哦，系，多谢帮衬。喂喂，咁咪好大镬咯！喺比赛前一日搞成咁，而家点算好啊，时光？我都好想轰轰烈烈咁拍一次拖，系燃烧嘅爱情啊！好心，你咁大个人就唔好咁多幻想啦。一于就等我谂办法啦。吓、啊，虽然我而家真系羡慕到极限啦，但系我会抛开个人嘅感情，同佢好好咁倾下。阿树，你到底有咩想讲啊？拓海，你呢排瞒住我哋，偷偷地同个女仔拍拖啊你！我边度有偷偷地啊？但系我都冇必要特登同你哋报告啫。咪讲废话啦！你快啲老实答我啊！你到底同个女仔去过边度啊？你好答我啦吓！去过边度？我哋去咗秋明湖。啊！你开噶？我而家唔系问紧你呢啲嘢啊！望住前边啦，阿树，望住前边啦。系咁，你哋系咪已经嘴过啦？拓海，系啊，做咩啊？咩话？喂，小心啊！咪咁啦！拓海，你呢几日好奇怪啊！其实系咁嘅，因为我一直都喺度谂紧啲嘢啊。我一眼就睇得出啦，你唔系谂紧听日比赛嘅嘢咧。嗯，你讲得啱啊。其实我呢排谂紧嘅系再之后嘅嘢。再之后嘅嘢？你个死仔玩嘢啊！对住我呢个十八年嚟从来冇女朋友嘅魔法师，你竟然仲好意思讲呢啲嘢都有啊！同女朋友嘴完之后，可以做嘅嘢只系得一样，咪去开房咯，酒店啊！你个脑究竟装住啲乜嘢噶？吓，我冇你咁肤浅咯，我系讲紧听日比赛之后，唔知道会发生啲咩事啊！唔知点解，我硬系有种奇怪嘅感觉，个心啰啰挛咁，真系好心烦啊！你度讲紧乜嘢啊？可唔可以讲翻人话啊？你咁都听唔明啊？我讲得好清楚噶啦，而家唔明犯法咩？边个话比赛之后一定要有嘢发生噶？冇特别事发生都冇所谓啦。你而家都够晒快啦，系咪先？托开车神，唔好咁讲啦，我边度快、啊？你梗系快啦。好啦，就当我求下你啦，托海，唔好再谂埋晒啲多余嘢，集中精神比赛啦。听日呢个时间，你就要同高桥梁介比。啊有部车上紧嚟，唔系一部车啊，总共有两部。嗰部咪系高桥启介嘅 FD， 仲有黑色嘅 GTR， 系 Nike's 嘅中里毅啊！你两个点解喺秋明比赛嘅？真系吓鬼死啊！原来企喺车出面睇系咁犀利、咁劲噶，佢哋嘅车真系好快啊！你喺度讲紧乜嘢啊？落山嗰阵，你手车不知快过佢哋几多啊？拓海，你唔记得咗啦？你之前赢过佢哋两个噶，虽然系赢咗，但系都系喺特定条件嘅地形赢啫。但系唔理去到边度。他们两个都很快。
话你知啊，自从嗰次之后，我成个脑都系八六嘅事。为咗可以再见多佢一次，不知不觉我就揸住部车嚟咗秋明山。钟理毅喺我嘅 team 入面有一个擅长落山嘅人，佢叫神悟。条友好贱格，但系手车就好劲。嗰只嘢早排喺落山赛输咗俾秋明嘅八六，但系就劲开心，成日猛咁赞八六手车。佢份人不嬲都唔会赞其他人嘅，佢系嗰种唯我独尊嘅傻仔嚟。嗰部八六就系咁有魅力，同佢比赛过，见识过佢咁靓嘅漂移之后，真系会爱上佢嗰种精准嘅动作嘅。老实讲啊，我唔希望佢会输俾我之外嘅任何一个车手，唔理系边个我都唔想。八六已经俾我阿哥睇穿晒啦，我阿哥好似已经谂好晒办法点赢佢，仲十拿九稳添。老实讲，我想象唔到我阿哥会输俾其他人。佢哋两个都超晒班，但系比赛点都会有一个输。唔知点解，我一啲都唔想见到佢哋比赛。你哋啲男仔真系好中意车噶喎，乜车真系有咁好咩？咁就梗系好啦，有车嘅话，中意去边度都冇问题喎。净系咁咋？车嘅学问好深奥噶，虽然只要有车牌，个个都可以揸车，但系可以有能力真正驾驭部车嘅人，可以话系几乎唔存在。其实我最近成日都喺度谂，到底要点做先至可以变到犀利过而家？每次一谂起呢啲嘢嗰阵，唔知点解我觉得好爽。拓海，你真系好咸湿啊！吓，点解突然咁话我啊？好嘢，我终于都明白啦！我一直都谂唔明，但系而家清楚晒啦！我已经发现拓海你分泌费洛蒙嘅秘密啦！你唔好无啦啦喺度下结论啦！我都唔知道你讲咩，完全唔明白啊！唔明唔紧要啊！切！是今晚啊，可你那场赛车比赛。嗯，其实我见过车祸的。蛤？就算输都不紧要，最紧要不要有意外，绝对不可以啊，讲好的了。等咗咁耐，终于到呢个时候啦。系啊，公路上嘅不败传说，即系成 Resonance 嘅高桥亮介，同打败高桥启介，仲有钟理毅嘅超级新星秋明嘅八路，今次系决定群马县最强最快车手嘅比赛啊！嗯，喂，贞子啊，你觉唔觉得呢度嘅气氛好沉重啊？嗯，唔通秋明平时都系咁样嘅？讲真咯，感觉好奇怪啊！今次唔理边边输都好，我都觉得好难受啊！我明啊，高桥良介同秋明嘅八路唔止快咁简单，佢哋两个都系好有魅力嘅神秘车手。呢场比赛完咗，会有啲嘢改变。我有呢种感觉，原来是这样的。
只有外行人才会在上面那个好像观战区的地方没什么好看的。在那里根本就不可能看到胜负。他们一决胜负的地方只是在这里。原来你都觉得在这里啊，神悟。真不愧是你，犀利啊。哼，大家这么说吧。点解佢仲未嚟噶？托海啊！现场气氛好抑压啊，我就嚟唞唔到气啦。成段路都好多人喺度观战，真系夸张啊！慈谷前辈啊，到底点解今次会有咁多人专登走嚟嘅？之前几次都冇噶。呢一层咧，我谂可能系有憧憬啩。你话憧憬啊？憧憬托海同高桥良介嘅超卓技术，希望可以亲眼见证传说嘅对决。聚集在秋明山的人都是爱车爱到无法自拔的发烧友。连发梦都会想起的，他的飘移技术真的很坚的。你们终于都开始变得热闹了，沙雪。那个人不简单。启介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想，如果我在公路输了给人的话，我就会正式引退。做什么无啦啦讲这样的事啊？不要乱说了，阿哥你冇可能会输俾佢噶，到时我就会离开前线，用同以前唔同嘅另一种方式推动我心目中嘅关东最速计划。咁点得噶？如果阿哥你隐退嘅话，系咁 Resins 点算啊？仲有你喺度啊嘛？你话我？我点同阿哥你比啊？拍马都追唔上啦！到咗关键时刻嗰阵，如果冇阿哥你落场嘅话，我哋绝对赢唔到噶。这个人迟早都会超越我，可以令到我有这种想法的人只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你启格。你说是我？跟着第二个是你不用担心，我直到现在都还没打算输给任何人。托海，今天我会出尽全力和他比赛，我相信今晚一定好好玩。山赛车史上最强的落山决战啊！高木八龙同 FC 叮当码头啊，醒啊，托海！系阿哥一直以嚟嘅策略，喺重要比赛入面，专登让对手领先，然后追上去。唔理对手系边个，佢都一定会赢。哇！高木八龙而家领先紧啊！车一齐漂移，贴到就嚟撞咁啊！场比赛由一开始就已经好精彩啦。
佢哋两个都好犀利啊，系怪物啊！但系我记得高桥良介平时系唔会用呢一种不停漂移嘅跑法噶、啊，实系想用对手擅长嘅技巧嚟碾赢佢啦。呢啲系公路之王嘅尊严啊！真系估唔到，同半个月前比，车胎嘅角度变细咗好多。入弯之后大幅度转动嘅坏习惯都冇埋。时间咁短，佢竟然进步咗咁多。不过结果唔会改变，我一定会赢。真唔系啊！好似呢一种咁鬼死刁钻嘅弯道，嗰两部车竟然可以漂移得咁流畅嘅。但系八六睇落有啲辛苦啊，佢而家俾人贴到实一实啊。系啊，比起撇甩人哋喺后边追，技术同心理上都有优势。呢啲系车手世界嘅常识嚟啊。唔止咁啊，对手仲系嗰个高桥良介，俾佢吊住尾，肯定好大压力。真系犀利，睇到我好兴奋。喺直路跑得快嘅车手系初学者，征服咗弯位嘅系中级。如果想做高手，唔止直路同弯路要快，要有第三点先凸显到差距。呢一点推到去最高峰，就系我嘅公路最速理论嘅主题。竟然有个 sample 咁接近我套理论嘅完成形态，仲要出现喺呢度添。我在后面抄他的跑法和节奏，所以先追到他。但我自己那阵要重演这种技术会很难。他真的很得人惊。不行啊，撇不甩他。什么话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时间啊？其实我都不敢相信，以为自己计错。跟上次的交流战相比，他竟然快了八秒几啊。什么话？他说八秒？你同启界比赛嗰阵，快咗成八秒咁多。吓、啊！嗰两部车到底做过啲乜嘢啊？仲未完啫，我仲有嗰招未用。竟然连坑渠跑法都冇用。唔系我可以赢到嘅对手，呢场比赛我会输。虽然我唔想输，但系我会输。冇错，就系咁啊！如果照呢个速度继续嘅话，佢哋两个到终点嘅时间可能比上次八六嘅时间缩短接近十二秒啊！唔该，你哋放过我啦！佢哋两个系咪 short 噶？哇！佢哋好得人惊啊！冇错啊，呢一场比赛太夸张啦！呢场系只有嗰两个人先可以做到嘅极限比赛，我可以好肯定，今晚呢场比赛一定会成为传说。拓海啊！终于都到五连发夹弯啦！入弯之前喺直路上嘅刹车比试就系重点啦！八路领先佢啦！你嘅速度太快，入唔到弯啊！激气啊！转弯啊！佢爬
咗头啊 ！F C 而家领先紧啊，真系难以置信啊！嗰部八六竟然都会出现失误，唔系啊嘛？果然俾高桥良介追住嘅车手斗到最后，都冇一个系可以赢到佢。佢真系奇怪，明明拥有咁犀利嘅技术，但系唔习惯比赛，俾人追住竟然咁脆弱。本来我系谂住喺后面再追多阵，隐藏实力。不过既然领先，咁我就一口气拉开距离啦。比传闻更加犀利喎！佢哋同嗰啲中意靠漂移嚟演绎嘅傻仔根本系唔同级数。但已经分出胜负啦！呢场比赛赢嘅人应该系高桥良介啦。你讲得啱 ，F D 的确领先紧，只不过。在跑法方面，八六的技术始终都是优胜过 FD， 那部八六其实未完全输晒的。距离没拉开到，还以为他会一口气撇甩我，我们在速度上分别不大，应该可以缩短距离，就算只是拉近少少，一两米都好。我要最近前面呢部白色嘅 RX7。开始接近啦，差距缩窄咗，我仲未输，我嘅速度快过佢。前碌唔够咬地，竟然喺呢个时候过热。不过就算车胎有啲小问题，我的技术都不会有破绽的，赢的人一定是我。终于到嚟啦！听啲声，两部车而家应该好接近，同我哋嘅预期系一样嘅。终点就喺前面啫。如果想扭转局势，净系得呢个位可以做得到。想刹制漂移嘅话，需要可以加速嘅直路。喺路面狭窄嘅秋明山路，净系得呢个弯位有三条行车线，可以话系自由度最高。然后呢度前面就系两个好窄嘅 L 型弯位，所以喺呢个弯位领先嘅人。就等于赢了这场比赛了。他们来了，好嘢！八六死咬住他不放啊！到底会点呢？他会点做啊？竟然行外线，咁样边有可能爬头噶？距离最低嘅内线有利好多噶。部车会失控的，八六呢？哇！竟然摄上去，整个过程太刺激了，心血少了都顶不顺。是啊，头先部八六在四轮漂移的状态过 FD 那一下，真的看到我全身都热血沸腾啊！我们真的够晒好彩，竟然可以看到真正决斗那一下。现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开到声讲嘢，没有人为高桥良介的失败而叹息，同样亦都冇人为拓海嘅胜利而欢呼。在场嘅所有人，个个喐都唔喐，企晒喺度。我哋唯一可以肯定嘅系，创下冇人可以打破嘅秋明落山时间纪录嘅
奇迹之战已经闭幕，然后有某啲嘢要开始。唔好意思，有件事我谂极都唔明啊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啊？到底你头先点解要特登等我追上嚟啊？你谂多咗啦，我根本冇谂住要等你，只系你自己嘅速度越嚟越快啫。啊！的而且确，我部车嘅前辘系有啲唔妥，但系我嘅减速已经控制喺最低限度，呢点唔可以攞嚟做借口。我哋嘅条件一样，但系你嘅车胎冇事，可以撑足全程。所以是我输了。你咁后生就有咁精湛的技术，一定是很努力的。所以我真的非常佩服你。大家看到我太犀利了，其实我只不过是比大家更加熟悉秋明的山路咁啫嘛，根本就冇乜嘢特别的驾驶技巧噶。其实我唔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快过你，绝对冇咁谂过。你专登截停我，就系为咗同我讲呢啲嘢。一直以嚟，我遇过好多唔同嘅人，但系好似你咁嘅系第一次见。你真系一个好人啊，我好中意你。吓，你好似叫藤原拓海啊？嗬，呢个舞台太细啦，唔好满足，应该要接触更广阔嘅世界。吓，广阔嘅世界？有缘再见啦。他说广阔的世界，我之所以会这么啰啰挛，就是因为这样。我在秋明学习怎样走山路，在秋明成长，我只是识秋明的山路，在外面会有怎样的山路呢？会有怎样的人？会有怎样的车呢？他们会怎样赛车呢？有咩事啊，老豆？应该我问你先真啊，讲啦。冇嘢，冇咩特别噶，唔系啲咩重要嘅事。我觉唔系有重要嘅事咯。乜原来系咁啊？我出发啦。见识下你的技术啦！好啦，駆け抜けるだけサンドラスティック
張り付く闇を振り切れ。自分を試したいのなら I might break you。 拾い上げる楽さ伝えて挑め。跳ねる焦燥、そうそれはインビテーション。飛び込んだなら逃げられない。デッドライン理性とエモーションせめぎ合う先はいつテイク。引きちぎれ今このグラフィティ。鳴り響いてる心の故障とぼろかせて走ってかなきゃ意味ない。ためらいを捨てたんならきっと掴めるだろう。Chasing dream この手で跳ねる焦燥、そうそれはインビテーション。後先じゃないチャンスは今。シグナル勝利も信じたいものがあるのさ。飛び込んだなら逃がさない。デッドライン理性とエモーションせめぎ合う先はいつテイク。引きちぎれ今このグラフィティ。鳴り響いてる心の故障とどろかせて走ってかなきゃ意味ない。ためらいを捨てちゃうならきっと掴めるだろう。 Chasing dream ego をたどり着けるだろう。 Chasing dream この手で你话院外远征，你叫我去啊？真系好可惜，我已经冇咩时间，最多都只系得翻一年时间左右。到限期之前，我无论如何都想睇到呢个游戏嘅结局。我就唔转弯抹角啦。我哋系以征服关东为目标嘅远征车队，藤原，你会唔会加入我哋？有你天生嘅才能，再加埋我嘅理论嘅话。等于无敌。你想我去其他县嘅山路，以公路最速传说为目标。D 计划要开始。